听到《荒芜之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被吸引了。看完歌词，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应该都会有自己觉得自己身处那个荒芜之地那个地方。然后再到后面，我觉得找到自己的方向之后，就感觉可以找到了心中那一片的绿地，找到那个光，那个希望。所以这首歌我们在改编上，把原版相对来说被困在荒芜之地的那个感觉，改成了一个享受在荒芜之地里面的战斗，最后去为自己拼出了一个新世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样一个感觉的歌曲。我期待在后面节目还是听到打动我的歌，我也很开心每一个唱歌的机会。当我有机会去唱一首我喜欢的歌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原因可以阻挠。3、2、1，对啊。